从前有个人跟我说过，一个屋子前有了树，便不再只是屋子，而是家。你再也不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我与师父相伴许久，你是我最亲近之人，也成了我最想常伴的人。若你能想起这一切，便不会这么想。我要得到这天下，十年隐忍又算什么？我只想护着世间，也护着你。要杀的，我迟早会杀。你我的师徒之情到此为止。我会用尽一生报复，皇位天下都是我的。仙台有树从2023年初开始筹备，历时130个日夜的拍摄，付出了很大的热情与心血。它是一部充满东方元素的奇幻形象。在导演的带领下，创作了一个特别好的作品。它不仅仅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，更是对整个的创作的理念都会有一个新的提升，让观众跟着男女主两世的爱恋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救赎自己，然后更加爱自己。仙台有树呢，是所有主创和演员全心付出的良心之作。我非常非常希望观众们能够喜欢这部作品。